这个应该就是现在加你好友，然后就是跟你去啊，或者是关心你的身体状况，然后。跟他说你要去海关干嘛，他说他要去领包裹，我说其实海关有蛮多支取的，其实交代的目的地不清楚，所以我也不知道载他去哪里。我问他说你朋友为什么不自己领，是你要去帮他领，他说他朋友人在也门，那也门那边遭受恐怖攻击，所以他的账户都被冻结，那他需要5000块美金，就请这个女生帮他做一个所谓的支付之后，他才有办法拿到包裹样。他怎么在？他是上面，上面集团他跟他的同伙办保公司，他一直要变朋友，然后每次跟你去啊，或者是关心你的身体状况，然后他就会跟你说你是他的老婆。住了一块资本啊，房租是一定有房租到，因为他5000块没有汇出去。